你对象好看吗? 太过分了，千万不能发朋友圈啊！那你跟我说说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本来呢是想带你来看夜景的，但是看你睡得太香了，舍不得叫醒你。你这算治疗吗？你觉得有效吗？ 看在效果不错的份上，就不发朋友圈了。谢谢陆大夫。谢谢庄大夫。来吧，下来吧。哎呀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这海拔太高了，我晕。 你可真是我见过的最麻烦的大夫。你是我见过的最爱管闲事儿的大夫。回家吧，洗个澡，换身衣服。 明天我就上班了，今天晚上咱们在家吃火锅庆祝一下吧。小陈、杨宇和陈小聪。好。不过我今天下午要去见个老朋友，没办法帮你买东西。你在这儿还有老朋友呢？嗯，很久不见了。